整天都没有鞋子穿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感觉好像被插了几百根针，我现在脚快不是自己的了。不知道 Nick 的脚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流血了。我觉得非常 respect 非洲的小孩。我们就把鞋子给需要的人，因为像台湾有些偏远的地区啊，需要这些鞋子的，所以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个机构，然后我们把这些鞋子捐赠出去。甚至有看到非洲的一些新闻，据世界卫生组织呢有说，每年大概有70万以上的儿童死于一些可能疾病啊、寄生虫啊，是因为他们没有鞋子穿。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体验那个非洲的小孩整天都没有鞋子穿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这整天都没有穿鞋子，然后在外面走，会不会更珍惜我们身边的资源？可能我们今天会走很久很久很久。我们要不要踩到什么玻璃？其实我觉得石头比较痛哎。对啊，不然等下走就知道，就这样吧 ，Go。那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鞋子装起来，然后袜子我放我自己的包包。啊，你们也要啊？来喽！共体时间，你知道共体时间都是谁在讲的吗？冠老板。走吧，走啦！我有一种好像在游泳池要玩水的感觉。欸，很奇怪，为什么我觉得平贴在地上好不自在啊？我那边也没电梯啊。哎，对，非洲没电梯，我还走电梯。我们大家打招呼。不会往上看，大家都不会。对对，老子。他鞭子啊。好不好？我们看地板有没有大鞭。哎，这有一个瓦片。我干！敢不敢？我不知道踩到什么，有点痛。哎，不要走这一段啊，这一段你是女学生哎。我们的目标是要走到桃园。哎，这有卖鞋子，现在这好像卖哦。对呀，好厉害。我想要一杯乐美式。走吧。我今天开始习惯不穿鞋的自己了。健身工厂。走啊，进去啊。哎，我们脚被被车碾到。要走去哪？好。现在今天往山区走，我们待会走一段山路，我们要从新庄走到桃园。哎，真的有点痛了耶。你看他的脚趾，超恶心的，太小了，尖角指甲。好干！我今天走不到好远，真蛮痛的，越走越痛。你干嘛走那个红线呢？对啊，我们从新庄走到树林了，看一下。好，走吧。我们影片今天就差不多到。哎呀，走，还没到桃园，走。好多水哦！快了啦，再3个小时吧。目前这一段我觉得应该有个7分。对，这段是我觉得最成功的。这段不错。对，这段铺路的给过。我们要不要一口气跑过去？我停下就好痛哦，刚不能停的。哎，好红哦。走哪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非洲人有战舞了，因为地板太痛了。他们就一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黑人的节奏感都那么好了，因为。接下来是我们的山路了，哎，好刺，干，很刺，我干，有点不妙。玻璃哦，玻璃。这是山路哎，给大家看下山路。有没有那种肩膀？靠背下来啦，放我载你。
阿拉伯继续走。好痛啊、哦！走了快5600，3.7公里。好，走吧，继续吧。黄超，准备跑步哦！我们要加快速度哦！体验在非洲的感觉，我看到山猪了，非洲有猪，还是把那个给我们 GoPro 了，我们拿。好 ，Go， 我姐 Go， 哇，看到一只猪了，我姐跑起来，化成灰。感觉好像被插了几百根针，我现在脚快不是自己的了。但我刚踩到一个好大颗的，刚直接一颗这样子石头往我的后脚跟插下去，感觉好痛哦。8700步，快6公里了，走吧 ，Go。干好痛哦！我白色的好了。哦，难怪以前那种土著或干嘛的打猎都要这样子，然后接近猎物，脚好痛，脚好痛，怎么这么冰？好痛，碰到冰水脚好痛哦。好 ，OK， 我们现在遇到一个突发状况。不知道Nick脚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流血了？你是踩到石头是不是？对啊，没什么感觉，就是冲动的。脚，我的脚是还好，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脚。我脚就是脏，然后旁边有点磨破的感觉。有优点之类的消毒的东西。可能大家去买。我们走多久了？其实我们已经在桃园了啦。感觉我们也走蛮久的，从新庄走到桃园，我们已经走了10000多步了，快10公里了，8.3。过程中很容易踩到那种碎石头，我是一个不怕痛的人，但是有些石头它在某些特定的部位，好像被电到的感觉。然后在走久之后，我的大拇指一直抽筋，然后走了走了，他从我们刚刚想说，不然休息一下，我们要各自看脚底板的时候，他就流血了。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刚才一直经过那个水，所以冲掉。好啦，那我觉得我们就走到，因为我们也走到桃园了，我觉得非常 respect。非洲的小孩，他们真的没有钱买鞋子。对啦，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决定就是捐20双鞋子到非洲，我们大家联络一下，然后我们去买鞋子。好，先这样。2 hours later。好 ，OK， 好，那我们现在到了，我们就是要去美丽。那一开始原本是设定我们想要捐到非洲去美丽非洲小组班，但是现在我们网上查不到。而且好像现在那种就是要捐到非洲的那个仓库也都暂时停了，我们可能这次就没有办法把鞋子捐到非洲，只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就把鞋子给需要的人，因为像台湾有些偏远的地区啊，需要一些鞋子的，所以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个机构，然后我们把这些捐赠出去。我们现在先好，我们走。我们都是帮助偏乡部落的孩子，看他们的就是家庭状况都是比较弱势的。谢谢，感谢。因为我们是每一年都会，就是募鞋子，对，我们是真的是募鞋子。我大概看一下，我们每一年大概会募400双的新鞋。哦，鞋子真的很重要，因为他们的脚就是长得比较快，所以他们都必须要一年至少要换一个新的鞋子。非常感谢你们，好，谢谢，很开心，谢谢。好，我们刚才把一大箱的鞋子全部都是捐给他们，然后他会分批的送给那边需要的小朋友们。对啊。然后他有说，就是给小朋友之后，他们可以回传照片给我们。对，我们刚才坐车过来，完全睡死。然后我一下车发现，干，脚怎么这么痛？好啦，那我也希望就是，如果这边出去，大家就是可能知道一些其他地方啊，是需要鞋子或干嘛，我们会把就是这个机构置顶在我们的自己留言上面，那大家可以一起去捐血，或是可能就是、可以去帮助他们啊，因为我们台湾还是有一些需要被帮助的人，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去做这件事。对，那我们今天只是做一个体验，然后抛。关于这件事，让大家去做这个善事。